你们家宝贝几岁了？又不想玩，又想他又……我都服了。现在偷关系行不通了，没得资格了。他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神至于吗？所以你们的选择是？都是玩，凭啥子小米就没有个好结果？我就是心里边憋到一口气吐不出来。晓不晓得今天好多娃娃报名啊？男的。非要上啥子重点吗？这是我女儿，她每天要上四个补习班，还不激烈吗？还不给娃加码吗？再疼也得忍着，一步一步往上爬吧。那个惩罚表不动手吗？要不是你好，你儿子追了我们。说句话，至少之前三年都开始看了。我是中间小王，你这里完了，完了。你就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娃儿好不好？你只有说过，我也不在乎。我的亲戚都没得，让老子抢了，弄死你们！我为了路考才要上学，我也是拼了命在网上爬，但是没得面对现实。我来，你说你鬼才听到没得？说你鬼才听到没得？干嘛的？只是上个神至于吗？小米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不能耽误他，非要这个样子动人。爸爸，对不起。我没有比其他小朋友棒，但是我不能跟着你求人的样子。就是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这世上有江，有河，有海，小鲤鱼为啥一定要跳龙门呢？